哎，我放你，来吃吧！哎呀，阿伯来，我打你信不信？我坐这边。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餐。哎。 这是当地的厨师为你们准备的10度的特色大餐。哇哦！今天大家都挑战了自我，所以呢，祝我们今天晚上吃的开心。啊！谢谢老干部。来吃好喝好。耶！来。你们在吃饭前有没有觉得今天你们完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任务呢？是这个吧？啊，拿麦呀！我们要合体了。合体啊！好啊。 他的头在哪儿啊？头在这儿。来来，我们要帮他配音，你知道吗？对对对。来，1、2。好，拼好一半，下一半，3、2、1。你别捏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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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了。 成功！这支麦克叫什么呢？我们叫它勇气麦克风。勇气麦克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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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吃好喝好，哎，先吃饭了啊！哇，好涩！这只鸡的味道怎么跟前2天在村子里一模一样呢？哎，哪有？你别乱说，这是这里的特色菜。嗯，是不是爱的味道？嗯，不是爱的味道，不是吗？而且不是我的口味。 哇，咱们在山谷前面吃饭，对啊，好像那个画，你感觉吗？你知道吗？哇，厨师来了！哇，厨师来了！这是今天最后一道硬菜哈，这是我们村特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个不祥的不是，它有多硬啊！哇，它有多硬啊！哇，哦！ 啊！这不是我经常会吃的东西吗？这蚕宝宝吗？这蚕宝宝。哎，你吃的什么？蚂蚱。这就像薯条一样，这个。真假的，尝一下。特产是吧？哎，文云，没关系，没关系，感谢，感谢有你，我是你的天使啊！一生，没关系，没关系，你自己吃吧。 真这么吃薯条一样的，有丰富的蛋白。不要不要，那也不用。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知道吗？它是有丰富的蛋白质。那猜猜今天晚上你们会在哪里睡呢？我不知道哎，在这吧。哎，不，我感觉这里晚上看星星一定很漂亮。对对对，因为这里没灯，没灯对。然后这里呢晚上呢，就是你会喂那些美蚊子，对，特别多。对，所以我们准备了在这里露营必须的2个大礼包，一个是零食大礼包，一个是防蚊的大礼包。 所以又是要通过什么游戏来获得吗？然后这个获得零食大礼包的游戏是你们曾经输给节目组的默契大考验游戏，你们还记得吗？再见。第一个词准备好，王子。王子啊，王子很难啊。王子是什么？不是已经结束了这个？ 王子都站在这儿，然后，咦，喂，你们要自信一点啊！我们7个王子，大自信。大猩猩不就是这样吗？谁这样的？没关系，反正词都那么多嘛。黄飞鸿开始。黄飞鸿，我要好笑。 别管啦！蜘蛛侠，开始。我说简单点，你找一简单点，怎么变一只蛇啊？多简单啊！两只啊，冲吧！完了，这个游戏我们是黑洞，真的。哎，要不这样，我们每个人出一道题，就是我们自己出题，如果都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没话说了。好，那你们自己出题吧。我说一个。来，老干妈开始。 可以吗？奶奶干嘛？奶奶干嘛？盖子啊！盖子啊！你拧盖子！你盖子！我有。来，你去。好了吗？好，来说吧。你们看我一下，等一下，你们看我一下啊。只能眼神交流。 什么呀？哈哈哈哈 ！OK， 我知道了。正港超人。来准备，动感超人开始。哎呀！ 哎，换个游戏吧，我们一局都没赢过。我来一个。拜见师傅。拜见师傅，开始。拜见师傅哎，最简单了。你这是皇上请安啊。 嗯，我们一局没赢过。你讲一个吧，题目。不知道啊，你自己随便想一个。随便想一个，简单的。随便。他讲的肯定很简单的，放心吧。但是你会做。他等下会讲一个很怪的东西，我觉得。准备，泰国。Nice， 好，过了吧，应该过了吧。刚才不是你们游戏玩的有多好，而是你们真的太辛苦了。那节目组准备将零食大礼包作为感谢参与奖送给你们。哇，这就是感谢参与奖是吧？感谢参与奖。接下来的游戏是一个分组对抗，你们将分为 A、B 两组，然后获胜的一组就可以拿到驱蚊的这个大礼包。 你知道这干嘛吗？你戴到前面，然后用眼睛看那个小孔啊，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吗？是啊。这哪看得到？什么都看不到。哎，独角兽，独角。好，分组，包石头吧。包石头。OK， 你自己走。感谢兄弟们，我一个人打你们6个。包石头。 那你们3个一组，我们4个一组，赢了。就是我觉得我们3个都挺游戏黑洞的。没事，游戏黑洞反而赢。第一轮开始。什么东西？快走！走，别停！哎呀，别推！6啊！ 开始抢！第一轮被淘汰的是黄冠亨。为什么？耶！什么？好难啊，这个啥都看不懂。那要不把椅子放回刚刚的样子吧？ 要不我来放吧，你们带上。第二轮，准备开始。不行，你们要找外面一点。开始抢。们两个同队的啊？真的吗？我怎么知道啊？我们三个可以啊！啊，咱仨可以啊！淘汰两个了已经，运气挺好啊。准备开始。 去去哪哪去去去去去去，我们两个抢。微微，市场不够远，往后走，往后走。谁完蛋呀？我椅子，我椅子在哪里啊？有一个，有一个，还有一个，你后面，对对对。 哪里啊？我去我去我去！那个不是啊，回去。这个还有，回去我，回去我。我看不到，我看不到。这个这个，对。啊！结束了是吗？最后一轮。这里，后面你后你，这个。哎呀！哎呀！一打一啊！哎呀！哎，你坐吧。喂，你放弃了？耶！你看，耶！哎，没事，反正我们都一起用的，怕啥？你们要不要喷一下这个？我看一下真的蚊子臭不臭。我有，我有，我有。你们要来吧，手都过来吧。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你们。OK， 过来吧，来看一下，来这看吧。开第一页了 ，Let's go。2、1， 哇！红色少年微计划，哇，我的照片，哇，就有点太小了，为什么看不清？哇，这什么呀？我在捏脚。哎，那个，上去，这什么呀？哦，采玫瑰，采玫瑰。哦，下一页。 喂马，哎 ，Henry， 哎，你的黑什么单名字？黑单，黑单。你们在做抓鸡，抓鸡。哇，你们真能抓，真能抓。哎，我是赶羊哎。那是我啊。等一下，这是蜡笔小新。哎，这是我们那个弄那个茶给他喝的时候。啊！这是思成啊，思成的。 思成 solo 挑战 ，We are very cool。耶！果然是 our story。那我要说一下守护任务了。好。你们在出发的前一晚都抽取了自己今天想要守护的人，所以你们应该也很想知道守护自己的人是谁。刚才呢，大家都自己写了守护卡片，我要把属于你们的卡片送给你们。 你们在读完了之后来猜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好，你们其实看字体一下。对，我就想说看字迹就知道了。黄冠亨，一旦他写着繁体字，那就可以，那这里就只有三个人就有可能性。但他是写简体啊。花花。To Henry 冠翔。冠翔，谁写冠翔啊？冠翔，我觉得这个是肖俊嘛。冠翔啊，不是，我已经知道是谁了。冠翔是谁啊？我写错字了。在明天的任务当中呢，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要去默默守护的队友。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 Henry 真的有那个兄弟义气。Henry 是 HENDRAY 吧？ 兄弟情，第八位成员啊。OK，我念了。冠翔，有时候你害怕或者有困难，没关系，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保护。我爱的不只是你一个，我觉得我应该6个人都要爱，都要去保护好大家。我爱你们，威神V，然后画了一个星星。哎。大概猜到是谁啦。对，其实我今天我都没有想到，我一整天我都在光亨身边，嗯，就一整天我已经对对。其实刚刚我也猜到了，差不多。对，其实你保护他一天了。对，怎么说呢？哎，不用说了，薪资就好了。对，薪资就好了。 出阿云，这世界上有太多畏惧，但其实一切却很简单。你是否一直仰望过星星，然后心里想你有多渺小？哎，那还好。其实很简单，你看不到这世界，我知道，你就让世界看到你。但是有点夸张的人。简单。对。为什么一股尴尬？为什么一股尴尬？谁写的？ 德军不是德军吗？啊，对对对，你是他的反应比你想象的小很多，对，超小，太过分了吧？不是，你写太文艺了。但是他猜对了，他是那首歌来的。我就是很快写一段我想跟他说的，把它变成词，然后等于像个即兴一样，因为太快了，就即兴把这个词唱出来吧。你是否曾经？ 一直注视着星星，你是否一直仰望过星星？你是否一直仰望过星星？其实很简单。 你看不到这世界。我有这荣幸是吗？太棒了！你赌一赌吧。抱歉，今天没能守护住你，因为我也自身难保了，所以只求你自求多福了。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守护住你，让你更开心，至少能猜出谁是你的守护天使。给永清哥哥。啊，这是谁抢？ 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董思成，哎，这挺好猜的，看字体。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小爱心，对。你好，弟弟哥哥朋友。你好，弟弟哥哥。哎，不知道是什么呀？你是忘了自己守护谁啊？有几个机会我也帮助你了，但是我觉得你没看到。 我的帮忙，因为我在远远的地方叫过你，我的巨人宝宝。啊！巨人宝宝，巨人宝宝。好，怎么修复它呢？哎，我们有办法帮他们拿吗？哎，那走吧，我会走吧。 有时候你看起来是我的朋友，有时候呢弟弟很像弟，有时候很像哥哥，所以我都写了。哇，可以，好想法。哇哦！楚肖俊，虽然今天没有机会守护你，但是我一直都在，我们一直都在。哇！哎，我知道。谁呀？冠亨。 谁呀？谁呀？不是。今天除了给了他2张纸巾之外，什么也没做过，因为我连自己都保不住。以后会有机会的，因为我们7个人，谁有难，还有6个人嘛。对，没错。我跟冠亨就是心照，说真的，不用说那么多童年的。 啥都不用说，就知道了。看到这个字，你应该也知道我是谁吧？哈哈哈！没错，我其实也一直在跟你提示，我是你的守护天使啊！今天我其实也跟平时一样的带你，愿我们友谊长久吧！我也会像现在这样一样在背后守护你哟！啊！ 哇，这个字我念得很辛苦，但是真的很感谢。不只是今天吧，生活中可能保护的最多的人应该就是他了。初坤，其实当你的守护天使尽到的责任没有非常多，因为你自己就可以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平常在队里面为我们的牺牲，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做得更好。耶！基本上是他在照顾我，我是很少去照顾他，所以现在要我来守护他，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他其实自己就可以把他自己管理得非常好了。生活方面我可能会帮助他多一些，但是我可能心情不好啊，或者是什么不开心的时候吧，他会帮我疏导的会更多一些。其实有点感动啊，就是对啊，嗯，对，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男人之间并没有守护，只有鼓励。男人之间话不用那么多，做事情鼓励对方。守护就是一种坚持，你对这个人，你都要把自己交给他，让对方也放心的交给你，让互相都成为一种力量。对，然后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这世界上有太多人群，但其实一切却很简单。你是否一直仰望过星星，然后心里想你有多渺小？ 其实很简单，你看不到这世界。这谁呢？果然，就让这世界看到什么会黏糊糊的？其实很简单，你看不到世界，你就让这世界看到你。 啊，可以吗？哇！你看先写了吗？啊，先写了。啊，刚刚不是讲出来了？有人竟然为我写了首歌，好感动。其实他也是个很简单的人啊，所以这首歌也是写他简单，写他有时候也挺感性，他也看星星。我就希望他能够再勇敢一点，让世界看到他，就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都累了，要不我们回去睡觉。我也想回去睡。 来吧，回去睡吧。嗯，谢谢你帮我歌当结尾就好了。对，嗯。哎，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先选房间了，拜拜。哎，我也是，我用这间。再见了，拜拜。晚安啦。怎么关啊？怎么关啊？关不掉，哎，关了。 9点半了，啥呀？妈呀！大早上开始拍啊！不是，那天跟坤干嘛了？ 他们俩都可能等一下从后面出来了，从河里爬出来。对。要不我们先煮吧，他们来就可以直接吃。好。一起下料。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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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到啊。我开火了吗？我开火了吗？嗨，没。 哦，有，开了。你们不应该先放料，然后把火烧着了，然后再放面。嗯，没事，这样慢慢煮的更好吃。我就静静的等着泡面好。早上好。早上第一顿吃泡面。对啊，这么酷，一来直接泡面。嗯，帐篷生活还是挺好玩的。对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挺好玩的吧？帐篷生活，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是吧？一次就好，怎么样？可以吗？一次就好，一次就好。要不吃了吧？现在可以吃吗？对呀，肯定可以啊，干吃都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来，坐，坐过去一点。还是脆的吧，徐静？啊？脆的吗？好了，对。 有点脆的啊，没关系，这样才是最好吃，你知道吗？这样子才是野营啊，哪有人在野营吃完美泡面？对啊。好，我来。哎，其实真的可以吃，不开玩笑。哎，我们在这里一起吃吧。这山清秀丽的地方，哎，吃饱了，吃了一顿方便面，开启了完美的一天。哇，感觉太好了。对，姐姐，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拿那个任务卡。好，任务卡 ，OK， 可以。我去拿。嗨。OK， 任务卡。哇，又来新的了。来，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力，在你们身后的青山之中隐藏着象征凝聚力的重要麦克风，只要发挥你们的团魂之力，就能从两山之间取得它。所以，向着你们身后的高山流水出发吧！哇，爬山啊！不会真的要坐船吧？不会真的要走那个玻璃那个吧？ 哇！啊，多久啊？这样子的，快的话三个小时吧。嗯。等一下，坤哥昨天就脚受伤了。哎。 其实就是蹦极的时候，可能那个绑脚上的那个东西，可能绑的不知道是太紧还是有一点点松了，就是可能把脚一下拉到了，就扯到了一下。坤哥昨天就脚受伤了，所以呢就不太方便。对，那要不你就先在这休息吧，我在这陪你。我也可以。但是你帮跟我们爬的话，不担心你安全问题，是你拖慢我们的进度。 哦，好帅！过分，开玩笑。我刚才已经跟导演组讲好了，我先跟你们爬一段，不行我中途我再下来。好，行，走吧。好 ，OK。威神 V， 出发！出发！下来。哦，玩水，玩够了。来，我们来玩水了。哦，好凉快的感觉，睡渣啊！ 哇，这水太清了吧！哇，好凉哎！哇，好有感觉哎！你跳下去游泳。Yo, say hi, let's take a selfie. Let's go, everybody, let's go for five days. 潮晃吗？还行。哎，真的在晃啊！哇，要潮哎！你不怕吗？哇，你看有鱼哎！ 还有好多那个芦苇。哦 Everybody, this is kung fu fighting. Hey， 跟着大哥，跟着拐角大哥。你可以把拐角那两个字去掉。是 OK 的，这不高啊。坤哥，这是一个 bug， 小心点。我慢点啊。好。年轻就是有活力啊。我也有活力啊。来吧，朋友们，继续跟着 WinWin 一起，开始闯荡我们新片的天地。我感觉今天晚上会睡得很好。我也觉得，弄这个楼梯的人也够不简单的哈。热，中午12点过来爬山。今天怎么样？今天很累啊。哎，坤哥，我都快不行，你可以吗？我可以。难得这样大家一起出来玩嘛，就不想扫兴。 就所以，我还是觉得，哎，一起爬吧，没关系，可以忍一下。走快点，我已经热成这样了。哎，其实快到了，我就说很近啊。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真的风景真的太美了，真的。风很大了，那里有个玻璃的吊桥，哎，看到没有？啊，不会吧？不会吧？我一直看着下面。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去还是派一个人就行？我觉得我绝对不能输。哇哇！喂，真的会有感觉啊！真的会有感觉啊！别就这样，别这样，更害怕。出品方优酷，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特别鸣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一周我们的街拍时刻，圣母三音酥的剧，众宝传媒。 超级星饭团、淘票票、一直鱼、独角秀、饭堂、围票、模范商、全新娱乐、星漫、南京地铁、长沙地铁。场地鸣谢胡同派、木马童话黑暗餐厅、乐谷鹰滩、绿城幼儿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干嘛？这世界很酷。